当啷干什么呀？谁呀？董哥。干嘛呢你们？哟，干嘛呢？老朱，你干嘛去啊？哎，老朱，哎，老朱，老朱，老朱。谁钥匙给我？哎，我刚才没给你吗？什么时候给我了？在你那儿呢，一直。哎呀，叔，刚才车钥匙在我手上来着，不会是搬东西的时候给落路上了吧？哎呀，那你肯定早急啊，肯定落路上了。啊，赶紧的。真的对不住了，咱俩可能有缘无分，我必须走了。我再不走，我儿子就没了。我没儿子，我什么都没了。不管他娘怎么说，朱奔就是我儿子，我就是他爸爸，谁说也不管用。我知道他是你儿子，可是我也告诉你了，你去哪我都跟着你，我陪你长。你开门，快赶快开车啊！哎，你有本事你就咬，夹断我的手！快开车，别废话，开车！快开车！快！好好快！谁让你停车的？开车啊！开车！我不开！开呀！烦了你了，师傅。我必须得说你两句了，你太过分了吧！你这个人怎么一点良心都没有？你好好想想，这个世界上除了你儿子对你好，就是这个女人了。我不开了，你要开你自己开，不，你钥匙我也不给你。上车吧。